大姐，你就是我捌甲你提起过的小霞。你好，咱捌见过嘛吼。姨华姐，你好。其实进前咱有见过面啊，啊，不过迄个时阵，像阮阿伯承认的军的身份，所以我嘛无方便加讲啥。卡叔，若是有失的所在，请你谅解。啊，你妈咧讲啊，其实清云一直本吼拢是互你照顾呢，我是足感激的。啊，你等小燕，互我请你食饭啦。 你华姐，你妈你讲啦，其实下当家离婚时，嘛是缘分啊。阮伫咧离婚生活日子，就亲像姊妹仔共款。卡叔，你若无气嫌，你会当甲我当做是你的小妹啊。大姐，我头拄仔咧敲电话来的时阵，小霞拄仔伫我办公室啦。啊，伊就听着讲你要来找我，就足欢喜的，讲要甲你熟识啊。所以我就带伊过来。大姐，我办公室就伫头前，你要来我办公室坐坐咧无？啊，唔免啦。 因为我今日要讲这代志，甲江是契合关系，可是讲我甲江董的，佫是朋友，这代志我足为难的，所以我唔才约你出来才讲。大姐，啊是甚物代志啊？佮江是契合关系？啊，卡叔是我伫遮无方便，那呢我就是你去啊。啊，袂啦，无啥无方便，啊，你踮遮拄仔好啦。 只那搞两个到处注意。大姐，到底是甚物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就昨昏妈妈甲高贤来找我啦。高贤是？你是讲高树贤？嗯。啊，是去找你创啥？是要甲你忏悔，还是要甲你现世的啊？ 唔是啦，因是来叫我去高雄企业做一个董事啦。伊爱你去高雄企业做董事？是啊，是省委的原因啦。因为伊去高雄企业投资袂少钱，我即马找无伊的人。伊敢若是叫阿伦吼去找文斌，叫我去遐做董事。你知影对生意场的代志，我都无兴趣啊。大姐。 我唔管你有兴趣还是无兴趣，我拢希望你莫去高雄去。我甲你拜托，你莫去高雄去啊，好不好？我嘛无想要去啊，也毋过高雄去啊，即摆有危机需要人斗相共嘞。有啥物好斗相共？我就是爱高雄去啊，事到无法度平行。大官，咱亲妹都已经烧灵啦，顶代冤冤，咱就莫搁插面啦。我今仔日来，大姐。 你去哪里来？是要替高雄企业做细客对不？是你啦，李华姐。丽君的个性你嘛应该真清楚。伊认定高树新当年怪走你妈妈，所以才害你三姓妹这么凄惨。伊哪有可能去甲元秀人斗相共？这我知啦。不过丽君，妈妈总是是妈妈。搁再讲。 丽玲啊，叫文斌啊，讲起来，文斌嘛是你的门生啊。他今麦高雄企业有危机，伊咧专才去遐甲你斗相共，伊咧足欢迎的。伊真需要你甲斗相共啦。这是无可能，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我是安怎会甲你斗相共？大姐，今麦高雄企业破坏点，拢是我甲抢落来，今麦因的危机嘛是我造成的。 即马江氏企业规模已经比高雄企业搁较大，这都是我要挃的。我嘛目睭甲金金看，看高太太是毋是也有影安稳的做伊的高档事长夫人。我要看丽玲，是毋是也有影做伊有钱人的少奶奶。丽君，你也是阮那边遮尔啊亲着，妈妈已经坐会啊。但即马咱三姊妹啊，也已经团圆啊。妈妈嘛希望阮咱全家伙人做阵。 你敢无想讲，全家团圆去？团圆？你咧动迁时放生咱三姊妹，也是咱这家都已经破碎啊！为什么好团圆的？大姐，我唔是要甲你讲过啊！假使你若要要另外这个小妹，你都唔通逼我，你莫替高雄去做做客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丽君，这件代志就交予我甲丽华姐讲，好不好？ 大姐，是的啦。
我不应该用这款态度跟你讲话。啊，不过我公司还有很多事情，我要先回去报应了。丽君，丽君啊，丽花姐，伊是你妹妹，伊的个性你应该了解啊。我是了解啦，但阮三姊妹啊，就算伊的个性上倔强啊，啊，若啥物代志哦，伊若决定要做，任何人拢真歹改变。不过即摆误会啊，性格敢着遮尔啊倔强着，嘛爱小改变一下。来啦，来遐坐啦，来。丽华姐，我知影一边是妈妈，一边是小妹，你真为难哦。其实最近丽君压力嘛真大，心内嘛足艰苦的。是为了什么？你三姐妹做，伊拢甲我讲过啊。感情这条路，丽君走得真不顺利，我嘛替伊做唔甘的。哎，佮你跟王伯勋已经分手啊？无，唔就伊是分手啊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伊牺牲家己的幸福去成全王伯勋佮江一婷，到底是安怎啊？像是有这款代志，啊，丽君阿都无甲我讲。伊知丽华姐为着家己的代志真烦恼，伊哪好意思去麻烦你嘞？我是感觉王伯勋实在足超过啊，一直拢在戏弄丽君的感情。我劝伊几落摆啊，伊哪管咧想袂开哈。我是感觉上好的办法就是让王伯勋从即马开始，莫阁甲丽君搞搞滴。您讲的代志我拢知影，咱高盛企业的业务搁较歹，业绩搁较差，我拢不准任何人互裁掉，我也袂见任何人的薪水。好了，恁去无用了。马处长，有你这么林志明的头家，是阮的福气，多谢你。多谢。好了，进去办公室。爸，业绩敢真是这么歹哦？是哦，拢爱怪你的宝贝仔囝。你唔通怪文斌，你知影伊今麦伫做啥？伊伫走业务呢，伊是真用心真拍拼。文斌佫较用心嘛，比袂过爸啦。以前你嘛是一个人伫做啊，等于将公司经营得这么好，谁奈今麦交予文斌一个人，业绩就愈来愈歹。文斌能力根本都无够嘛，这不是能力无够，是会拼无人甲斗相共。即马咱敢若希望，爸，其实你叫我倒来公司斗相共，我嘛一直做认真咧学的啊。啊，不过文斌伊敢若做惊我这个做阿姐哦，会去抢着伊的功劳啦。嗯，这是你家己搞猜疑啦。爸，真是安尼啦，文斌伊在业务哦，拢无爱让我去斗相共，啊无。归去我来管财务部。你要管财务？是啊，财务部总是需要一个专人去处理啊。文斌一个人要顾业务，又搁要顾财务，哪有法度啦？我这个做阿姐吼，只想要甲这个小弟斗相共，替爸爸将公司还好啊。敢讲爸唔相信我？相信你？我就是相信你公司才让你母安尼啦。哎，人嘛才做唔到一件代志尔。敢有这么严重哦？你要做几项唔对的代志，才算有够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爸爸，你莫安尼啦。我伫公司即马都已经安尼啊，你着给我一个机会啦，给我替公司尽一点仔心，给我一个赎罪机会嘛。啊，无财务部我莫去，人事部总会用伊吧。好了好了，你去了。多谢爸爸。哎，吴英，我是叫你去学物件，不是去管代志哦。我知啦。对啦，爸，你有看到丽玲无？
自早起到今嘛，还袂看到伊啊。我来查。喂，哎，陈大处长，啊是啦，啊，这件代志拜托，继续好讲。 玲玲哦，你是伫咧创啥？即马几点？你搁伫咧困？害我抓住你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是咧啦，我昨下啊，算过头啊，对无？啊，我是因为我昨下甲同事开讲，所以加算都爱加单灯啦。你若有再条算到天光，你是赶快爱来上班啦。 无啦，啊，我都跟他感冒，感觉人足无爽快，唔知会睏过头。人嘛在艰苦吼，爱赶紧去看医生，唔通拖啦。多谢文英姐，我知影啦。啊，公司敢有啥物代志？文斌姨，文斌应该是出去走业务啦。啊，公司的报表吼，我才处理就好啦。好，再见。 哇，那这么侪公文啊！等文斌回来，敢看会完？我看我身体会处理好啊。这问你是？电话机啊？王先生，真歹势呢，耽误了你上班的时间。 袂啦，阿姐，刘姐，我若无用唔对，你是不是为了丽君的代志来？唔知你有啥话要甲我讲？我听丽君讲起家己的感情的代志。 因为温温怨怨哦，我听阿狗的，我真替阮丽君唔甘，我就替烦恼的。我知啊，是我对不起丽君，是我过分。既然若安尼，你是免答应我，从今以后莫搁甲丽君来往啊。是丽君。 叫你来甲讲者，不是，是我家己要来，因为即阵仔我看到阮丽君愈来愈散，心情真无好着，即拢是因为你呢。大姐，今日算讲你无来找我，我嘛无拍算要找丽君啊。其实我足清楚的，在恁心目中。 我无心是一个上卡大上船、对爱情无转、无负责任的查甫人，让我当我开始反悔、想要弥补的时阵，所以永远无得到恁的谅解。这是我家己做起来，我无话通讲，把你家己讲讲一声，从今以后，我袂去叫伊。 真实嘞啊！莫耽误你上班，我先来走啊。老师，老师，阿伦，姐啊，安娜在这。是你。 找到你啊！总算让我找到你，小妹，你若规身躯拢是伤。
你那拢是伤吗？对啊，我今天来这，是阿伦跟你讲。不是，我是为了雷军的代志来找伯叔。阿坤，拄好看到阿伦，我嘛是讲，你应该在这附近，总算我找到你啊。坤啊，雷军回来。秀慧，你先跟我讲。谁让你要想骗我？我不想要造成你负担呢。那有什么负担呢？对哇，你看我即马这个青梅，规身躯无一个所在是完全的。那亲像我安尼踮在你边啊，不是负担是啥？不是。不是负担，你莫安尼讲。你敢知你安尼想骗我？我偌关心，我足烦恼你的。你摸到我的手指无？我会记你，你甲我挂这个手指的时阵，遐阵你甲我讲。爱我是你的责任，疼惜我是你的义务。你讲要用你的性命跟我担保，你要用的话，一世人拢幸福快乐，敢讲你叫我袂记得啊？袂记得。这的话，我一世人拢会记你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你安尼个放我袂记你。刚刚你正经所讲话，都是你骗我。丽华，我真正希望用我一世人的性命来给你保护，来给你照顾。爱你是我的责任。又唔过，亲像我即马呢，我袂来甲你保护，袂来甲你照顾。秀慧，我捌甲你讲过，一个查甫人上个需要，阁是安定的生活。敢无你只目睭看无？咱就免过一个安定的生活。敢讲你即马目睭看无？你对珊珊的爱，对比以前更加揪心。刚刚在你的心目中，认为我因为你花一个看外表的人，是一个三心两意的人生。我就是知你不是款的人，我唔才会安尼做。我不想要拖累你。你无想要拖累我，你敢想过我的感受？人是互相的，人是有感情的。在你甲我挂这手机的时阵，你对我所讲还有责任的话，在迄个时阵，我的心内嘛是感觉，这我应该付出我应该做的义务。照你讲，你的义务就是要照顾我。你要照顾我外久？敢讲你要照顾我这个青梅一世人？我唔对，我就是要照顾你一世人。你跟我照顾无？对啊。你应该知我的个性。但不是才这么一当啊！我无需要人同情啦。秀慧，
咱两个即马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咱你这样活着，安尼互相了解对方，你有你的自尊，我嘛我的想法。敢讲你拍算要安尼相骗我一世人？你要让我烦恼你一世人心？是啊，大。这段时间，咱都是对伫个姐身躯边，你嘛应该感受到，姐是个在找咱的心路，敢不是嘞？大爱，爱等啊！我嘛希望大爱你，会当够重新过日子。你不是跟我讲过，爱有面对失败的勇气跟决心，咱得爱重新搁站起来。从今以后，咱莫阁讲婚约的代志，会用哩无？啊！我犹原爱着丽玲，而且高文斌嘛无爱伊，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，叫丽玲嫁我。丽玲，丽玲嫌我无钱，伊敢会答应？我看，我只有搁较打拼，安尼才会当娶到丽玲。你这是创啥？无想要创啥？你内底所写的逐项拢无写着重点，而且嘛不是公司需要的。你有看清楚无？这是我加强公司人事瘦身专案特别刻为人事精简计划呢。卡叔想要人事精简，那呢？丁俊，头一个你是不是丢间辞职？这几天啊，你伫想要甲我逼走，管理去公司去啊？你甲我逼走，对你有啥好处啊？上无对公司是有好处，我看你是赶紧辞职。林淑霞，你家听好清楚，今仔日除非是当处长亲自阿离开，若无我袂辞职。我无看过你这么狗面皮的人，你敢动袂？我一直对你吞忍，想为你是查某囡仔，你唔通甲我食狗狗，那是甲我逼着，我会对付你。对付？凭什么？朱一婷背起你爸爸，无代无志就离开，我就一直伫怀疑，一定是你伫变鬼。老白讲，我无白讲。林淑霞，朱丽丽来公司去啊，我就一直伫怀疑，你一定是有目的的。你莫互我查到，若是互我查到，我袂放你煞。你敢？哼，代志到这种地步，我有啥唔敢？你唔是一直想要看我笑话，我伫公司所有人面头前，便是大家起笑的对象。我今仔日，伫这甲话讲清楚，我
我顶俊以后伫公司好好做落去。阿哥，我以后若是工作做了无好，麻烦你去甲董事长报告，也是去甲林经理讲。我话讲到这，若是无代志，麻烦你。顶俊，你想好莫出什么差错，那无头一个挂你离开公司的人就是我。喂，雷玲啊，雷玲，是的啦，你若是要怪爸妈，你就开嘴，拢是我唔好，我。其实这件代志，我家己嘛有想过啊，我嘛唔对啦，袂当完全拢怪你。真正，你无怪我，好啊，那呢？你愿听我讲无？你讲啊。为长到今嘛，我想足多。这件代志虽然是我做唔对，也毋过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而且你嘛甲我讲过，光斌对你无好啊，甚至你两个嘛无困做伙啊。丽玲。听我的话，甲郭文斌离婚。离婚？我不爱。丽玲，为什么不爱？我头拄仔甲你讲，我无怪你，啊，不过无表示我就会当甲文斌离婚啊。这是为什么？伊完全不爱你，你家己安尼单方面付出，敢有价值？而且咱两个人即卖已经，丽玲，嫁给我，甲伊离婚。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多谢你对我这么好，啊，不过我袂当离婚，啊，还有真侪理由。你能跟我讲无？我对文斌付出这么多，我真无简单才跟伊结婚的。我若是即马就跟伊离婚，我是会当得到啥？我知影你要讲啥，我嘛知影你会把你所有赚的钱拢交给我。啊，不过我真是对文斌付出足多。伊若是无和我同款的代价，我唔甘愿，我唔肯离婚啊！啊，阁有，我袂当和我的大姐看我袂起。大姐哪有可能看袂起你啊？你敢想想济啊？你也毋是伊啊，你哪会知影？自我结婚到即马，拢是伊咧迫害我呢。我若是即马离婚，就拄好和文斌的伊啊，伊嘛通我跟我大姐做伙啊，我无愿意啦。也毋过，我已经想啊真清楚啊。非得人活在这世间，本来就是爱快快乐乐过日子。你甲江怡婷，敢毋是离婚啊？啊，不过你嘛无法度做伙啊。啊，我伫个感情本来就真失败啊。我会当继续搁甲你交往，啊，不过你伫个即阵啊，莫搁甲我讲着离婚的代志。即嘛无爱讲，要等到什么时阵呢？等我伫个高价，你着我要爱，我才肯放手。好吃，给吃一个来。嗯。蓝姨、珊珊，恁看上回来。叔叔，叔叔，你回来啊！我真想你，叔叔。想我。阿姐嘛是同款，阿姐是足想你，足想你呢。阿姐该讲哦，阿姐做梦拢嘛常常梦到你呢。啊，小妹啊，坐啦。哎呀，阿姐啦，姐啦。阿姐的目睭真的是看不来，你做可怜的呢，叔。别啦，珊珊，阿姐不是可怜，阿姐真勇敢哦。
来来面对一切。啊，你敢知影？是妈妈一直甲阿姐顾食哦，阿姐才肯来咱家住呢。过去阿姐足惜你，即马阿姐倒转来啊。珊珊，你爱好我共报答无？妈妈，我知影。叔叔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好好啊，友好你。秀慧啊，你敢知影什么人甲你拍着伤，互你痴迷的？江永明。江永明，这哪有可能？是啊，确实是江永明啦。连顶摆郭文斌叫人绑票代志，嘛是江永明叫亚德辉王总找人去做的。啊？哪有这款代志？之前我找你找无的时阵，我搁拜托董董甲我倒找讲，啊，今日你所甲我讲是伊来设计，我是无法度接受，哪有这款代志？另外，你知影我袂讲白菜，我这摆放对山，甲我甲阿伦害甲这么凄惨，拢是江永明才做主的，无唔着子啊！也阁毋若安尼咧，江明还阁出现伫现场，可惜因人济，甲大个糟蹋甲无聊。若是即款代志，那咧江永明即个人，心气里面足重的，可可怕的。哎，小辉啊，啊那了，咱报警啊，叫警察甲你啊。也未证据啊。啥物无证据？你互派到阿伦伫边啊，阿伦就使去做证明啊。阿伦是我的脚手人，伊去做证据干啥？小辉啊，啊那安尼，江永明，唔知继续对你不利无？我想啊，即卖看到我用钱，是一个无路用的人，嘛不是伊对手。我倒是要让伊安尼想的。啊，意思，你要搁甲伊斗？我袂讨转来。啊，不过，别烦恼啦，我绝对无可能让江永明有机会来加害。文斌，在做啥？看公文啊。哎，这个公文哦，足重要的，你莫乌白搞叮当啦。就是因为重要，我唔才在看，万不哩等你回来看袂煞，耽误着讲事实要安怎？业务的物件你也唔捌啊，谁在要搞叮当嘞？你是看袂起我是？你莫无理取闹好无？我是惊你愈斗相共愈害。连爸都看袂起我，我只不过做唔着一件代志，敢有这么严重性？你敢知影我即摆做啥物业务？就照你顶届啊顶个遐个货啦。我甲介绍阿家，四界你拜托人叫人买咱的货。我即摆是卖两套了一套，我请问你。公司阁有偌济钱会当了的？你会用卖卖啊？卖卖，公司的钱就赔了了，你知影无？我即马足烦足忝，目睭紧紧看着爸爸辛辛苦苦所赚的钱就安尼了去，也阁有，上回伫咱公司投资的钱，嘛因为即个代志了真多，这拢是你造成，你知影无？所以，你就要将杨丽华找你来咱公司做常务董事。伊做常务董事是姓辉的意思，而且爸爸嘛答应啊。你无同意，那是你家己对伊的偏见啊。郭文斌，我感觉是你家己有私心啊。你是要利用这边的机会，甲杨丽华搁再勾勾缠。阿姊，我叫你讲话尊重我嘛，尊重丽华。你两个头来眼去，我是要哪尊重你啊？你明了做我唔知影，你甲丽玲结婚到即阵，根本都还袂动吧？真好笑！啊，这种代志，伊拢会甲你报告，哼！奇怪，我甲伊敢有同房？甲你什么地带哈？这是你阿母的代志，我本来就无想要管。啊，不过我替丽玲抱不平，伊是你的家后呢，你哪会安尼对待伊啊？
都因为尤丽华，还袂嫁予洪胜辉，你就要甲娶伊来咱公司，通我继续你迄段无正常的感情，对吗？我无爱听你的歪理。你若无代志，请你离开我办公室。离开就离开啦，为着我已经甲爸讲好啊，为即马开始，林书宝就交我来负责。那你的办公室，那唔相比啊，我嘛袂去再入来。你即马要跟我走，我会爱你即时叫我回来。我只要去找一个人，甲伊讲一件代志，咱高雄企业即马收了的钱，我绝对加倍去赚倒回来。喂，啥？胜辉回来啊？来，弟弟，弟弟，这边。丽华。啊。丽华，家己行看卖好无？你要家己行哦。啊，好，不能那行哦。来。头前有车。你搁会记哩，才搁有一个朋友，对对对。总算是互我行到以前常常坐一只碰椅啊。嗯。虽然讲这个路是这么短，哈，行起来是这么远哦。幸会。你莫替我烦恼了，我总是爱学晓家己行，爱家己了徛好在啊。敢毋是呢？啊，是是啦。小伟，嗯，来，这是你上爱啉的乌龙茶。最多谢，你袂记得啊？我捌甲你讲过，我要做你的目睭，我要做你的乖啊！对啊，其实啊，我叫你去做董事，我是认为你有这个才调啦。甲你熟识这么久啊，其实啊，已经有这个生意头壳。学一段时间，你都一定会晓。我安尼想是希望讲，你借这个工会，会当将我放下袂起你啦。而且，我真正希望有一个人来甲你照顾。你是讲文斌先？先辉，文斌是娶我的小妹丽玲，伊即马算我是我的妹婿，我哪个敢有牵连？阿娘真不应该啊！飞弟吼，我是要去高市上班啦。好了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呢我也要跟你勉强。另外啊，我要想一个人啊。哦，阿你想了什么人？我伫学校上课的时阵，拢伫咧修理呢。而且我阁希望较早放学，那安尼我就能较紧看到你。丽华，啊，我猪脚面煞煮好，你有帮我收一下无？啊，我就知影你一定袂记的吼。嘿，你都食只头过瘾啦！来来来，进来。来，家煮猪脚面煞。妈妈，叔叔给我看呐。啊，好啊，你，我拿，我拿来啊。嗯，来，来来。这样子看嘛，看睡衣的，看得好啊。
哦，我的地卡哦，炖个足烂哦，来。好啊。来，你也有酒一吃哈。好啊好啊。较细腻，较细腻。哇，那伊个地卡落个足香的呢。叔叔，我爱迪卡，你吃。多谢了哈。来，你爱这边，啊，我爱这边的米线。好来。哇，好香哦！叔叔啊，哎，给你吃了啊。都好吃的吧？就好吃，谢辉啊！我昨下吼炖一碗枸杞汤给你啦，你枸杞吃你到底吼，把酒精我看详细啦。啊，姨婆，你哪能讲？哎，我见了来，虽然讲我也把酒看无样，不过我知你对我是真的关心，多谢你。哦，实在。你对阿姐哦，还是这么好，啊？喂，对啊，你对我所有一切，我能放你心肝来。我愈来愈有感觉，我来这就敢那亲像对我家己厝是同款。我来找姓文英呀。姓文英，你会当平安的回来哦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文英啊，太谢啊，我来烦恼。来啦，姐姐，坐过来。来来啊！你哪知影秀惠在家？姐啊，是大爷要去找高生，高生听到大爷消息，就是讲要赶快。哎，是啦，秀惠啊，啊，阮爸爸本来哦想要过来看你，啊，不过伊最近身体无好，啊，所以我就劝伊先莫过来。多谢啦，无免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啊，既然恁爸爸身体都无好，莫会麻烦啦。而且伊阁是长辈，本来都应该我去甲伊看才对嘞。啊，阁有就是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伊讲。哦，安尼好啊，我即马带你来。小慧，哎，我陪你搭车去。免啦，有阿伦甲文明甲陪，你伫厝内好好休困啊。哈，是啦，姐啊，阮去都会当，大伯有代志啦。嗯。来来，谢谢谢谢。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会挂电机啊啦。忘不了，不了情。